到他妈差点出错了，这我要是出个多兰剑，可就完了，这打野也就完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要出门可就够呛了。上当了吗？本来一级应该抠，不是一级应该学 W， 二级学 E 技呢。去一趟，我们发条位置还可以。切，那炸弹人能不能有点用？能不能？吃一个，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我们开始有钱的部分吧。吃个小鸡儿，我们就回家。下路还可以干克一下呀。
我再以我的方式处理呢？我他妈收波兵，我操了，那锤石直接走上去放E呀、啊、A 什么玩意儿了呢，都进E范围了，不他妈直接上去E家跑上去 A 人家，气死我了，干什么玩意儿了你。哎呀，我本以为这锤石有点东西，但现在我才发现这锤石是个屁。应该打不死吧？我再打个红，我可不需要计划。有时需要亲手弄出一扇门。本来我想打龙的，那我一看螳螂来了，算了呢。来，锁头。龙谁的呀？我操！真敢呐，这发条！哎呦我操，歪了，这句哎呦我好痛，哎憎恨，快走憎恨。我在以我的方式处理。我还是去上路杀憎恨吧。自己就是后援。
算了，不杀了。起！哎呦我操，真吓人！本来我不想杀他的，他非得送，那我没办法了，那我只能收波兵了。哪来的呢？我咋没看见他呢？嗯，为什么不杀？那杀了我不死了吗？那那鱼有大劲草虫，我抠技能打不着，我肯定不杀他呀。黄烧，靠！异他，螳螂有闪现呐、啊。我们跟螳螂就是谁先手的问题，他先手我死，我先手他死。我决定来个吸地海，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吃我的红。没吃，妈了个巴子，我没有大招。帮着憎恨蹲一波，看看螳螂来不来。跑！
了吧，留他干啥呀？留着又能干嘛呢？真幼啊！我自己就是后援。螳螂等级挺高啊，不敢动这条龙，没事，这回再动。好了，憎恨没来呀，憎恨没来，光杀个中单，鳄鱼来了，我们好像动不了这条龙。没招了，怎么整？哎，四打四也不应该打成这样啊！这么的啊，得先来个十五了，这把螳螂们打人有点疼啊，得先出个十五。螳螂在上半段，起！一换一，哎呀，我就知道那螳螂搁上半段，没这鳄鱼就好了。不过打了他个钉也行吧，妈还有个钉，我操！打那啥去了？打先锋去了。大半人推个二趟。这波算是小赚。直接打大龙呗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所有人全在，直接打大龙，打，直接跟我过来打大龙，快点的，过来呀！啊，对面下路，搁下路呢，那俩人赶不过来，赶紧打，你们全过来了，就直接打。
打不动，那他妈不五个人呢吗？五个人都能打得动啊？这不是螳螂搁上半段呢，那炸弹人去了，100%让螳螂杀，所以我们就得去保护他一下。不给机会，不给机会推动，下路守一下，我们回家。我尽力了，要给你们了，给我炸过来，憎恨给我杀。哎，真是个笨逼，我刚才可以跑，但是我跑对面肯定就走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用我的身体来留住他们。怎么不闪现？怎么哇闪都给我收了，收集者给我收了。如果我最后没死，我可以闪一手，但是他收集者给我收死了，我就没法不闪，不是，我就没法闪了，闪了我不死亡闪了吗？开始嘴硬，怎么嘴硬了呢？刚才那螳螂W 我给我减速的时候，我直接扣到右边，我就可以走了。我想走还不简单吗？这发条什么意思？姚娘，我要杀，我要杀！给我杀！我下路截的鳄鱼，笼子一打来，去！哎呦我操，有点意思啊！去！回家，走不了，没事。打人真疼啊！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我来拯救世界。
鱼是吧？螳螂给我出来！啊，搁上面呢。阿杜跟。来上，我们开始行动。起，喜欢抓人，锁头。锁头，很少有人能扛下来我这一拳。哎呦我操！去，我赢了。